三十东营五零五零，誓死捍卫家园，誓死捍卫家园，南铁东营为限，南铁东营为限，誓死捍卫家园，誓死捍卫家园。好，那肉事啦，我们一辈子我们就是肉事啦，其他人肉事有比我们肉事吗？我们一辈子随着你们要把我们抢走，全部都是针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来报告，你们要把我们抢走。对征收的，我们才是肉事啦。征收公道，一年前有居住史，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人口，都可以。不要讲这些了，你根本不知道在做事。对，根本上他就是秉拿着学生的话在那骗人。我们有保护台湾的专业，就被你们这些主管抓了。